我是刚刚列车长的，白新烈，11月28号，护理站9:34，宝宝就是。一岁，你有带电脑？耶、yeah, ！我的二次环岛之星，开往台北的环岛之星观光专列哦，636单电头加环岛观光专列，63次哦，在护理站准备关闭他们。就好像刚刚脏话的鞠光话，蛮感谢这师傅的护理站的。开车师傅的，不好意思，那个11月28号，啊，副驾副驾。9:35，这把就是653次哦。然后香港脏话的单电脑加新热门举光号，也拜拜653。虽然有停到我家，但是我没有搭这台回家，啊，今年我被抛弃在护理了。那搭307，说下面的嘛，咱们都怎么定？引导一个方向。哦，下面的嘛，咱们都怎么打住？好，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点我们老几光片，赶快支持就拿拜拜。护理六三次，在护理站4里哦，谢谢各位。